大家绕过去。上次把时候，来，往好，请往后。往后走。摸好，往后走。往后走。这样才可以。好，你好，你好，你好。哎，祝你动算了，祝你动算了。啊，祝你当选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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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帮你加油打气，深深在加持啊。现在在机场人很多。啊，深深加持哦。对对对对，啊，拼一个啦，拼一个啦。同学加油！哦，好。好，再见哦。OK， 好好。祝你当选啊。好，阿弥陀佛，好 ，OK， 好，拜拜，拜拜，不会，不会，嘿。是啊。足球当选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摩好，请往右侧离开哈。来，我们先不要动。来，摩好，摩好，请往右侧。再后来，我们后面比较挤，我们就不要跟那么那个。韩国语。小心小心。好，八卦，刚刚那个跟主持人对话的是韩国语。韩国瑜，好的，我们韩国瑜呢，在今年呢，在高雄的绿度的法会的时候，他就有去护持了，而且他也有上台讲话。啊，对，我明天要入伍当兵。刚刚是的，我们看到镜头上面，他们用视讯的方式呢，韩国瑜请师尊加持他当选。今晚右侧离开啊。会还是会去的，来马上摸完后，今晚要怎么看？人比较多，加持好了，今晚要怎么看？走到最后面，最后面出口那里。来，摸好，请往右侧离开。来，走，赶快先出去哈。来，往右侧离开哈。来，请往右侧离开哦。右侧那边。来，请往右侧离开。来，今晚右侧离开哈，已经开始了，我知道你是，就这里等，就一会儿就完了。来，师姐，麻烦我们先离开好吗？来，今晚右侧离开。来，今晚右侧离开。来，今晚右侧离开。好，师尊，我帮电话一下。感恩。啊，来，好的，好的，谢谢。好，阿弟弟的大力金刚。小心拿哈，今天人很多。来，你好，请往右看。等下你就看到了。还有来，请往右侧离开。好，往后面移动了哈。来，请往右侧离开啊。来，请往右侧离开。好的，往后了哈，师傅过去再走。好，来，小心啊！驾驶好了，我们往后移动了哈。驾驶过来，往后移动。好，师傅啦。来，请往右侧离开。来，请往右侧离开。来，驾驶好了，往后了哈。请往右侧离开。驾驶过了吗？来，我们稍微往后退一点哈。我们先这里哈，摸过了吗？好，来往后了，来驾驶座的，来小心哦，小心来，人很多，小心哦。我们先撤离哈。来往这边看哈，来往后面移动了哈。来驾驶座了吗？来驾驶座往后移动哈，谢谢。
来，小心了哈。来，好，来，小心驾驶过了，往后移动了哈。驾驶过了，往后了哈。来，右侧离开哈。来，请往右侧离开哦。往后移动了，往后移动了，驾驶过了，往后移动。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谢谢各位。好，来驾驶过，往后了。所有的弟子呢，很多都是没有睡觉，就直接在这边啊、等候师尊师母落下台湾。那么刚刚已经有记者会的访问，还有华光功德会的工作汇报。师母好，同时也不是基金会的工作汇报都在刚刚记者会当中有发表。那么现在呢，正式一一的为大家来做。今天所有来接机的弟子呢，分了两批。现在看到的是在桃园，那么在台中呢，等一下也会有一批弟子在高铁的地方呢，来欢迎师尊师母。到了，师尊祝福，看到了，希望呢，台湾有温暖的阳光，然后希望能够有很好的空气，以及呢，希望是不是能够发明台湾能不能够有很好很好的水质？你们在后面排，你们在后面排，师尊，后面排，到后面排。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啊，所以我们这边有一点点一团混乱的感觉，但是每个人放心都可以给师尊摸到头。哎呀，那么对。摸完头就赶快。擦的理所当然。好，今天转弯了，转弯了啊。
早安了，早安了。嗨，你好。土登西地也来了，妈妈来。发展的话题就是这个前阵子的台铁的这个车祸的事情啊，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呢，看看世尊远在美国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法。那刚刚世尊也讲到了佛教的思想，看待这样子的无常的这种事件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再来就是谈到了布施基金会这些年所做的布施的工作的部分，然后以及对台湾世尊有什么祝福跟期望。世尊其实最关心的还是空气啊，空气还有能不能够台湾也发明一个比较啊，不要贵了哈，弯腰低头就好，弯腰低头就好，非常好的水质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其实并不是像美国一样啊，有些地方是直接开自来水就可以喝的。台湾的水质呢，因为空气污染的关系呢，真的水质不好，也会造成我们水生的这些动物啊、鱼类啊，受到影响。不要小看这个这样子的空污啊。它下一个雨呢，就把这个空中的这种杂质、这种有毒物质呢，又散落到水面上。其实我们又变成是我们喝下去，所以这个水质也是非常重要。先生，我们可以的，请往后走，请往后离开。来，小心，然后来往后的哈。来，小心，往后的啊。看到今天的弟子都依然这么可爱。我们请佛注视。大家说请佛注视，对，请佛注视。来，我们请往后走。师傅好，请往后离开。请往后离开，慢慢走。谢谢师尊，好长哦。
么干部？我们这边是很紧急的，很紧急的，要买维护的。我有请他们练。航警局的应该觉得我们中泰实在太强了，每一次是跟回国都有这么多的弟子来接机啊。来驾驶过往后，从往后离开哟。不要过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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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好了。
辣椒，够呛。赶快先出来好吗？来，请我们我们往右边离开哦。来，请往右边离开。同门供养师尊豆浆，可能是听师尊的开示，一直称赞大喇嘛的豆浆太好了。Thank you.
要送师母的，要送师母。不要叫这种蒙鬼啊！丢弃我！
了。那从5:20深圳的飞机抵达到现在呢，我们机场啊，在北部的部分呢，有很多很多的弟子在这边接机。那等一下师尊呢坐高铁到台中的时候呢，还会有在高铁的台中同门呢啊，有一些是也许南部在集中到台中的来欢迎师尊师母。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队伍是要在哪边上车啊，谢谢大家这些日子以来对于给你点亮心灯节目这个网络直播这个平台的支持。那这半年来呢，师尊有这个帮大家磨顶的呢，大家都很按照时间呢都有支持我们，给我们鼓励，然后让大家能够分享到师尊给网络上面的同门磨顶。但是回到台湾呢，这样的情况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不是没有办法每天像在西雅图一样跟师尊一起午餐晚餐，所以这种磨顶的情况又可能会是不一样的一种半年。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个平台好吗？没有说什么哈，我们刚刚只是只是回头。对啊，我们是说，在台湾呢就没有办法像在西雅图一样每天给师尊磨顶了，所以大家敬请密切锁定给你量心灯的频道了。招手，那师尊也跟大家招手。像我们看到师尊比丘吗？这一个游览车呢，是要开到前运吧，那个高铁嘛，桃园的高铁站，然后到高铁站之后，台中还会有一批的弟子来欢迎师尊师母，所以我们这个阶段的网络直播呢，就在这边跟大家要说一声啾咪呀咪，布灵布灵布灵，师尊一直在跟大家打招呼。好的，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今天一切接机圆满，阿弥陀佛，再会啦。